迎来到《勇闯天涯》Super X 特制的街舞，有请四位队长。四位队长睡得好吗？早上在另外一边，睡得非常好。觉得选手更辛苦，对，有的选手真的是一宿没有睡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进入更为严苛残酷的24小时的操作。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你们又填了一份调查表。仔细阅读，慎重填写哦。在干嘛？哦，选出你喜欢的五位舞者，觉得 battle 能力最强的五位舞者。在备注栏打勾。选队长是吧？啊，第一个选的是 K 哥。阿 K， 我就觉得肯定有队长的份，你懂意思？那肯定有夜莺呢，当然是夜莺喽。夜莺肯定，我先给夜莺。我第一个选的夜莺啊。他的全身每一个毛孔。分组完成。接下来八位组长，我们将通过转瓶子的方式决定24小时的对战安排。接下来我们进入选择音乐的环节，这一次的音乐选择跟以往有些不同，上一次我们是拿了8个U盘大家自己抽的啊。风景好可爱啊，很配你呢。我那这次呢，我们要通过看别人对这个音乐的理解，选择你是不是选择这个音乐。有请全国最顶级的唱跳组合为大家带来舞蹈表演，他们平均出道20年以上，有请这个组合出场。